就是先苦后甜，然后就努力，值得。其实我们备战前还是比较苦的吧，就一直没有比赛啊，然后就靠队伍啊举办模拟赛来跟给我们增加那个比赛的经验，那些就是想办法让我们怎么样能更好的那个模拟奥运会。然后所以其实在奥运会之前还是比较苦的，我觉得之后包括全运会还有团体赛到最后的世锦赛就是还比较甜，结果还是比较好的。努力就是对于羽毛球的一个热爱吧，就是每一天的努力都得是全力以赴，就是觉得其实努力如果没有得到这么多成绩，我也觉得就是付出了嘛，全力以赴，但是获得这些成绩就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努力就是值得的。全力以赴付出了，然后最后获得这个成绩来肯定自己。对于奥运会的这个成绩还是肯定自己的。对，因为就即使我奥运会没有获得成绩，我也得肯定自己，因为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就是再重来也还是得这么全力以赴去练吧。就算哪怕再经历一次，可能也不一定表现的比那个时候好，或者比那个时候差吧。就是我们在当下状态想办法做到最好了。可能以前也是这样吧。然后奥运会的时候是因为太久没比赛了，我就觉得。就很想珍惜当下的每一场比赛吧，就是因为确实疫情出去比赛很不容易，我觉得要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场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对胜利的渴望嘛。还是我说实话啊，决赛都比印象挺深的嘛，因为就是打决赛之前的心态包括跟同伴两个人去调整去沟通都是比较值得印象深刻。只是比赛的过程，因为我们也未知不能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嘛，所以我们在赛前做的准备都是一样的充足困难准备的。筹备那场可能是对方就是也给了我们制造很大困难，我们也努力了，然后就可能双方打出来水平都比较高吧，就所以是场面上很精彩。就我自己觉得决赛对我来说那个心态都是一样紧张。你决赛前会睡不着吗？就看自己怎么去调整了。其实有时候还真会睡不着，就是因为想到第二天决赛还是会有一些一丝丝的去紧张嘛。特别是团体赛的时候就觉得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还是很想替队伍拿这个冠军嘛，可能然后紧张的氛围就更多吧。其实我说实话，其实世锦赛的状态也确实没有团体赛啊包括在全运会还有奥运会的时候那么好吧。赛前的备战确实是没有怎么练配合，这样的话默契会稍微下降一点了，心态就会更好了。其实这些就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吧，有利有弊。我确实是对外界的声音好像不是很去听吧，我觉得我更注重是听我自己想，我自己是主观意识，我会听我自己想。没有吧，就是我以前也是挺爱分享生活，现在也一样，就不会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吧，以前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人要改变自己嘛，确实是就是就像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觉得是时候得改变自己了，不能一成不变嘛，对吧。就确实今年年头到现在，我感觉我这一年确实是成长最多的一年吧，很多事情包括训练啊生活上，我觉得挺不容易的走到这一步，包括就是我的搭档啊我的好朋友啊，就身边人都是，有些时候那些经历只有我们自己能看得到吧，是因为你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你才会真的去成长，但是那时候经历的时候你是很痛苦的，经历完了之后你就会感谢这些经历，因为你不经历了你就永远长大不了。一年前的现在吧，我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就一些比如说训练上挫折啊，生活上的挫折，挫折永远是让人长大最快的，我觉得是。觉得外人看到的可能是我们今年一年比赛的成果，他们其实看不到我们训练其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包括两个人配合上那肯定是会出现问题的，包括自己的解决的一些缺点啊还有各种小问题，其实都是在训练上会表现的会更多一点吧，我觉得。因为在比赛上你只能是尽力去发挥最好的，但是你训练上你是去改正更多的不好的，
从去年开始在备战这个奥运会，一直都有遇到困难。其实我一直还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困难才是最可怕的。我一直挺喜欢去遇到困难，去挑战这些困难。我们这种困难是永远解决不完的，你解决这个就会有下一个，因为你不是完美的嘛。在临水备战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备战的时候还是有些困难的。到五六月的时候，其实幸福值是最低的，就是一些生活上啊，或者是备战上一些，就是其实压力吧还是很多的。奥运会结束的时候，说实话啊，八九十吧，还是到这一刻有快到100%了，就是今年结束了还算可以，然后挺开心。总体来说今年其实是一直呈一个上升趋势的。对，除了就是那时候备战前的那些烦恼啊那些，但是我就说了前面说的嘛，一些经历嘛，就你没有这些经历你可能后面也不会这么开心，就是那些都是沉淀积累。2022年期待努力全力以赴，就是期待2022年发生的一切事情嘛。然后第二个还是努力，跟今年一样。这是我每一年都需要的事情嘛，因为努力是我的代名词，永远都会存在。全力以赴就是为了让自己不留遗憾吧，不管什么结果都是。事业上想要做好的事情，应该就是努力每一天的训练吧，结果就自然而然会出现最好的给你。事业以外呢，有没有？希望有时间可以学会开车吧，毕竟我真的不会开车，我身边的队友都会了。想要对他说的话就是希望他能开开心心，减少伤病，不要生病，开心快乐每一天。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谢谢他们的喜欢，这是肯定的，然后就是希望他们就是热爱生活，因为热爱生活最重要，真的，开心快乐每一天最重要。